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日星期五，我留意翻隔晚方面，美国出了很多数据之余，还有很多科技公司都出了业绩，当中包括就是苹果公司。我看到苹果公司在收市之后的股价其实都继续向上升，而港股方面指数其实就受累于上证，不过个股板块方面手机前地股咧就反而跑出啦，咁啊，所以大家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一类嘅手机设备股咧之后嘅发展啊。